蛋龟马上崩盘，麝香、剃刀、果核即将沦为新一代的地摊三杰，大伙赶紧抄底，打响我们对龟商的反击战。类似这样抓人眼球的论调，最近在龟圈屡见不鲜。那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真的可信吗？大家好呀，蛋龟终于降价了。我自己虽然不怎么了解龟价，但不少龟友都跟我反映了这个情况。麝香、剃刀、果核、头盔这样国内龟种市场上的基干蛋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价，有些降价幅度还很大，甚至是对半砍。比如麝香龟，年初我关注的时候都快突破200大关了，后面就没再关注，不知道有没有突破。关于麝香龟涨价，我还专门出了期视频，当时预测以麝香龟为代表的蛋龟价格狂欢今年就可能会收场，还让大伙拭目以待。果然现在麝香龟大降价，已经跌破百元，几乎是打了对折。这不是我有多厉害，多数理性的龟友都明白，不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泡沫终究会破灭，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我当初想的降价至少到年底，没想到才过去三四个月就撑不住了。这场从前年年底延续到今年年初的蛋龟狂欢终于降温了。记着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蛋龟涨价最高潮的时候，各种奇奇怪怪的人都涌了出来，创业养蛋龟成了国内龟圈的热门话题，时不时就能刷到劝别人投资蛋龟的视频。无数龟友龟商化，消费蛋龟的主体不是个体玩家，而是赌自己能抓住风口新入局的下游投机者。自己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这不就是击鼓传花吗？赌雷不会炸在自己手里。我那时候也是出视频劝大家不要轻易入局，当龟商没那么容易，想入行就一步一步的积累，别幻想一口吃个胖子。这里面的一些门道不是至亲，人家根本不会传授给你，别到最后养龟的乐趣没体会到，自己反倒陷入痛苦迷茫的深渊，甚至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那说了这么多，蛋龟到底是不是崩盘了？只能说蛋龟现在的价格根本算不上崩盘，只是向蛋龟本来应该的价格回调了而已，甚至很多比涨价之前还是要高不少的。可以预见未来蛋龟价格很可能还会波动下降一阵子，但不会有特别大幅度的降价了。有一定存量的龟商养殖户不会崩盘，只会少量购买的个体龟友也不会崩盘，崩盘的只有在蛋龟涨价最高潮时高价入局的投机分子和想拉人入局却没能及时脱手的心术不正之人，雷真的炸在自己手里了。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谁都能做自媒体，很多以前相对隐蔽的信息也开始慢慢变得相对透明，那些靠信息差获利的二道贩子小散户生存也就愈发艰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那些二道贩子之间为了证明自己，很热衷展示自己的养殖环境、温室种龟什么的。龟商和养殖户的界限往后会越来越模糊，转手的过程会越来越直接，这是一个大趋势。虽然我知道现在的网络环境极端的论调更有市场，但现实世界的运行却并不是极端的。为了龟友们的切身利益，蛋龟涨价的时候我泼冷水，现在降价了我还要再泼一盆冷水。蛋龟并没有崩盘，未来大概率也不会，它只是在慢慢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而已。让很多人产生了崩盘的错觉，其实只是之前涨价涨得太猛了。从长远来看，蛋龟如果真的崩盘了，对真正喜欢蛋龟的普通龟友来说未必是件好事儿。